各位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很多的人对赖佩霞的认识呢，大概就是好几十年前，大概30年前的时候看台视新闻，每天晚上有一个珍重经验，每天晚上我唱两首歌。你如果不知道，那是应该的，回去问你爸爸妈妈就知道了。OK。所以在一般的人对我的认识都还停留在那里，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在街上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哎，赖佩霞，我以前好喜欢听你的歌，我都说谢谢。所以很多的人不知道我这几十年到底在做什么，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 TEDx Taipei 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到底在做什么。我很努力的在找一条回家的路。家庭觉醒是我这30年来走在身心灵的道路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不管你回家的路有多难走，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为什么？因为你渴望有一个璀璨的人生。为什么？我接下来就来说给你听。 Love and compassion， 爱与慈悲。我们如何找到爱与慈悲不容易，但是我们很容易找到不爱与不慈悲。当我们自己处在那个不爱不慈悲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条路走错了。怎么办？怎么回来？谁来教我们？走身心灵或者是了解心理学的朋友大概对这个图案都还蛮清楚的。它是一个冰山理论。这个理论在讲的是什么？不管是弗洛伊德也好， Satir 也好，甚至于海明威也好，他们都提过这个冰山理论。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自己只看到上面我们想看到的那一部分。通常只有在亲密关系里面，你那个隐藏在下面的那一部分通通会上来，因为对方很知道如何哪壶不开提哪壶。然后就是故意的，因为你让我生气，所以我要让你更难过，所以我会想尽办法把你那个你说你很好，是不是咱们来试试看。所以就是有那种较劲，尤其是亲密关系。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我希望今天大家听了这个分享之后，我们可以来了解，可能有一个部分的你是你从来不知道的。你可能从来不知道你那么小气，你那么小心眼，甚至于你那么恶毒。我本来也从来不相信，一直到我结了婚之后，我才知道说赖佩霞到底有多凶恶。那当然除了这个赖佩霞看到自己凶恶之外，开始我回过头去看到底我发生了什么。因此在这过去的30年里面，我刚刚在讲，我发现回家才是觉醒的第一步。很多的人在问说，赖佩霞，你是不是在做瑜伽？我说，你是不是在教瑜伽？我说，没有。其实我在做什么？我在走回家的道路。那也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家，找到了什么是 love and compassion， 所以我现在到处跟人家分享如何回家，而且回家到底有多好。在家里面，经常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件事情，也就是成为对的，或者是你要成为和平的。怎么说？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是为了想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你宁愿失去和平而要坚持己见。事实上在那个争对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两个人已经受了很多伤了。所以对于要证实对的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学会用不同的方式。那最主要的方法有几个原因，也有几个。第一个，肾上腺素的上升。当我要争对的时候，我那个亢奋，我那个肾上腺素会开始会上升。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经常，比方说我老公，他经常会说，我不喜欢吵架，我真的不喜欢吵架，我也不喜欢争，但是只要他看到有什么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他冲第一个。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不喜欢吵架吗？不喜欢吵架不是用愤怒去告诉对方我多么不喜欢愤怒，不喜欢吵架是要处在那个和平里。这是我多年来学习的。肾上腺素的那个上升，它会是一种瘾，它就像酒瘾一样，它就像烟瘾一样。有些人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小小的事情它为什么暴跳如雷？事实上是你现在就知道了，是肾上腺素的关系。
所以这为什么来的，这也就是跟我们的家庭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在争的时候，事实上在争那个我们原来认为的价值观。那我现在想要请教各位一下，你们来思考一下哈，也就是谈到家庭价值观，这无关乎对错，我要特别谈到的是家庭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全家都是警察，出了一个小偷，谁是叛徒？谁是叛徒？ 家庭里面的叛徒可想而知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家庭都是警察，出了一个小偷，那当然小偷当然就是叛徒了。那我要请问各位，如果一家子都是小偷，出了一个警察，谁是叛徒？所以我讲这个无关乎对错，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家庭的系统。所以很多的夫妻在争执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争那个我们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婚姻让我非常的痛苦，是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性格非常刚烈的人，她认为对的就是要据理力争。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我就用妈妈教的，因为我很爱妈妈，妈妈讲的我通通听进去了。妈妈说不可以在人家的背后说人家的背后话，我听懂了。她说有什么你要当面说，我也听懂了。于是当我进入到我第一个婚姻的时候，当我看到我公公婆婆他们做事情我实在无法认同的时候，我就遵守妈妈的教诲当面说。哇哦，很惨，真的很惨。因为那时候我不懂，我完全不懂，我只是遵照妈妈所教导的。因为我很爱妈妈，所以我把妈妈的话都听进去了。包括里面有一句是很多的母亲父母亲都告诉孩子说，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有没有听过？有哈，有没有讲过？他很危险，他危险在哪里？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所以孩子他真的听了，他真的相信这就是爱，于是他长大了，于是他很爱他的爸爸妈妈。当他很爱他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即使都把孝道放在嘴巴上，但是到要争是非的时候，对爸爸妈妈的讲话口气跟当年爸爸妈妈在教他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以前因为我爱妈妈，因为妈妈说的对，我通通听进去了，但是我后来走入身心灵这个领域之后，我才完完清清楚楚的了解，原来指责跟谩骂是婚姻里面的特大号的杀手。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要开始去思考，开始去想象，我们要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学爸爸妈妈吗？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有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成长的过程，但是各位，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太厉害了，你们从来，你们不可想象，我们的父母亲当年在争执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没有赖老师的课来上，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在谈爱的书籍，但是你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完全不一样 的幸福。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父母亲还有我自己的故事。很多在场的朋友可能我一问可能有很多的人没有生小孩，但是在这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对不对？是吗？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很多的父母亲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只有一条路要回家。那条路回家就是，也许有一些的人功课比较难一点，我知道不是全天下的父母亲都是那么可爱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你想象的，没有你渴望的那么可爱，我只能说你的路难走一点，但是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回家这条道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走。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母亲。我父亲今天早上从美国飞来支持我。你们转过头看到他的时候就想说那笨男的哈。 Dad, can you stand up please? That's my
Yeah, that's him. 50 years ago. OK,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单亲妈妈，因为很早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大概50年前，他们那时候因为越战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到在越南经历过越南战争，所以那个时候我母亲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将来会到哪里，因为经历战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母亲那时候怀了孕，她决定生下我，但是我父亲回到美国去了，从此我们有很多年的时间没有见面。那母亲的哀伤就像我在讲的，当我们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母亲跟妈妈妈妈跟小孩的关系是最贴近的，当我们的母亲不快乐的时候，我们这些贴心的孩子你只会承受，最多就是到外面去找人家打打架，把那个不愉快可能找一个地方出口，但是很多人像我这样只有妈妈跟我的时候，我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吵，我也没有邻居可以去吵架，因为我没有后盾，也不敢跟妈妈说我到底受了什么伤，因为怕妈妈难过，所以很多的委屈我就这样吞下来了。我现在问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母亲过得很哀伤的话，你敢快乐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仔细思考。所以很多的人在谈说我想要幸福，我要幸福，它很困难，因为你不敢面对那个背叛。如果你的母亲一辈子所呈现出来的是悲伤，是哀伤，是落寞，你敢快乐吗？所以这是我走进身心灵领域之后我很仔细去思考的，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碰到任何的问题我都觉得就是因为我没爸爸，我如果有爸爸我今天就不一样，因此我没有自省，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在我没有爸爸上面。一直到我结了婚之后，我的第一段婚姻非常，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看真的很汗颜。你想，两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渴望幸福美满的日子，他们怎么创造出幸福美满的日子呢？他们没有榜样啊，除非你觉醒，除非你知道问题在哪里，除非你开始自省，否则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走出一个幸福的康庄大道。为什么？不止我们父母亲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左顾右盼再看一看旁边的榜样也很少，有钱人家的小孩可能面对父母亲的争执的问题更多，因为金钱又是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很有可能制造的问题。所以当我自己走在这个婚姻 的道路上的时候，我才看见原来我在那个金山的底层，冰山的底层有多大的一个部分的我是我不认识的。当我发起怒来的时候，我讲起那个话真的很难听，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我是来自正义，我是对的，所以那一个对的态度把我带往我必须要开始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对的。后来当我从一个摇摇晃晃的婚姻，我离开了婚姻，我回到了自己，开始去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开始学会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我的孩子。我想很多的做妈妈的做爸爸的都知道爱自己怎么爱不懂，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思考的情况之下，是我那时候面对婚姻自己不知道如何经营下去，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如果今天碰到这样状况的人是我的孩子，那我应该怎么做？与其我讲给他听道理，倒不如我做给他看。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懂得说怎么样因为我爱孩子而转过头来爱我自己。爱自己，这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在婚姻里面72年非常的恩爱，所以在这里面我从我后来认识我现在的先生之后，从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我开始了解什么叫爱自己。这是我先生，他是我所看过全世界最爱自己的人。为什么？他的体重从当兵到现在65岁没有增加过。来起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每天运动，而且他吃东西选择的好 detail， 他一点点那个不健康的东西他都不吃，为什么？因为他很爱他的父母亲，他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只有一个爱父母亲，真的敬畏自己父母亲的时候，知道他们一生的辛苦，知道他们一生的辛劳，知道多么不容易把生命传给了我们，所以他很珍惜父母亲给他的生命。所以从他身上我开始学会爱自己，然后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两个也放下了输赢。我每次 有争执的时候我就说好，算你赢好了，他就闭嘴了。这一招很好用，因为我深深了解我不想要争输赢，我想要和平。所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彼此也学习和平的重要。在我们之间的和平里创造了两个快乐幸福的孩子。来 Aggie Adrian,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I'm so proud of you guys. Yes. 上面有这句话，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爱我自己。一个不快乐的母亲是养不出一个快乐的孩子来的，不可能。他们需要榜样，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快乐，不是赚钱看数字就可以快乐。他真的需要一个看到一个榜样快快乐乐的人，因为这世界上有钱人很多，但是快乐幸福的人实在是太少。各位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都是 pioneer， 你们如果不是 pioneer 你不会来，你必须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只有快乐的人才能够创造快乐的世界，不快乐的人只会创造不快乐的世界。这是我母亲最后在病床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母亲后来癌症过世，我母亲在最后的时候，她让我看到，妈妈告诉我你要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我 promise 她，我说我会把你全世界最爱的女儿照顾好，所以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有好好的爱自己。当我母亲，为什么我会说感恩是一切力量的来源，我母亲在最后要往生之前，她打电话给她所有她心里面她最爱的朋友，告诉他们 Thank you, I love you， 谢谢你让我这一生过得精彩。这是我母亲过世之后我画的一幅画，我经常在绘画当中走入母亲的世界，这就是静心。在那个静心的世界里面没有距离，妈妈跟我永远都在一块， even though 现在我都可以感觉到来自她的支持。我爱赖佩霞走了30多年自我成长的道路，那你呢？我当然希望你也很爱我，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走到回家的道路。也许你的路走起来比较辛苦，但是你没有别的道路。只有当我们真的能够跟父母亲祥和和平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喜欢自己。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一个不敬重自己父母亲的人，不管你的父母亲是贩夫走卒，甚至于你可能是小三生的，甚至于你有可能是私生子，甚至于你有可能父母亲还在坐牢呢，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只有回去谢谢他们，还给他们一个公道。那个公道是什么？因为我今天赖佩霞可以站在这里，有三个元素，一个我爸爸，一个我妈妈，还有老天爷的成全。当我开始喜欢自己之后，我都喜欢了这三大元素。所以赖佩霞在这里祝福各位早点回家爱自己，谢谢。